强奇幻大作《裂痕》，它的超丰富的游戏内容大受大家的好评哦。而现在游戏也要推出最新的大改版喽，到底是有什么让人振奋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呢？那就让游戏的制作人来告诉大家喽。游戏怪兽代理的超强奇幻大作《裂痕 Rift》，自从推出之后，就靠着超丰富的游戏内容大获玩家好评，而游戏也将推出最新 1.9 大改版，新增紧张刺激的征服模式。游戏怪兽也特别邀请了游戏制作人 Scott Hartman 来台，亲自为大家介绍这次游戏改版的内容，并且预告明年还将推出 2.0 资料片《风暴军团》，内容将是目前版本的3倍大哦。这次 Scott Hartman 首度来台宣传，爽朗的他也对台湾的美食印象深刻，而他也表示这次裂痕 Rift 最新的 1.9 改版将让台湾的游戏内容与欧美同步，而裂痕 Rift 强调丰富的自由灵魂系统、动态事件系统，在最新 1.9 改版甚至还新增包含征服模式、导师模式、即时冒险、医美中心、结婚系统以及跨服交流等等内容，绝对能够满足玩家的需求。至于明年要推出的 2.0 大改版，还会有超巨大头目、两个全新大陆、比现在大3倍的内容、4个全新灵魂、10个顶级副本、万种组合的个人空间等等，又将让裂痕 Rift 有了全新的进化。而为了让玩家尽情享受游戏乐趣，游戏怪兽也特别针对裂痕 Rift 规划了包含买断、包月、包日等方式，甚至还有台湾专有的典藏包，内容包含了精美包装盒、美术画册、游戏光碟、音乐 CD、 特拉纳地图、阵营磁性书签、灵魂天赋套卡等等，连 Scott Hartman 看了也对这个典藏版爱不释手，玩家们一定要珍藏哦。So to all the gamers in Taiwan, I'm Scott Hartman from Trion, the executive producer of Rif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hope you enjoy our game a lot.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it out here and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haring this amazing world with all of you great players.